英国凯特王妃第一次公开演奏钢琴，在平安夜的电视节目上用音乐感谢防疫英雄。Mixing lager and champagne, something I'll never do again. Round the table, banter flows, praying no one rocks the boat, but I.这首全新的耶诞歌曲正是要献给全英国无法回家团圆的医护人员。凯特王妃月初就在西敏寺入住好了这一首钢琴首秀，但是演出的消息保密到家，一直到播出当天才轰动英国民众。而这一场演出原本计划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 来播出，但是英国皇室不满 BBC 在纪录片节目指控威廉和哈利王子抹黑彼此，因此取消了 BBC 的转播权利。幕后插曲让皇室与媒体的较劲再度浮上台面。